今天只有动椅子的声音，我一直讲话要大声一点，把它压过去，就好像没有。辛苦大家了啊！我因为要离开了，所以想赶快把我知道这些东西录下来，看是不是对大家有帮助。所以我现在找到一间，然后我下课有空档就赶快录，可是可能别人在上课，所以吵来吵去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要听这个。